Ladies and gentlemen, give it up for Mr. Alex Yang Zimi for his speech. Ladies and gentlemen, give him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Manchula Singapore! Friends, residents of Choa Chu Kang, before I begin my speech, can we put together a very big round of applause for two of my senior comrades who are retiring from politics, but who are still here to support all of us. Can we give it up for Mr. Ang Mong Seng and Mr. Yeo Chow Tong?各位亲爱的蔡厝港的居民们，选民们，大家好。今日是小弟的福气，会甲大家聚在一起啦。四十六年前，有人会通讲过，我人新加坡是一个无希望的国。为什么会安尼款讲？就是因为我人什么文化，我人家己啉的水嘛是爱甲人买，但是。 四十六年后，今日有谁敢讲，我人新加坡是一个无希望的国家？无。为什么安尼讲？这是因为我人的人民是有欺骗、有当真的人。我人唔惊惊痛，我人跋倒了啊，嘛是爱勇敢的行起来，勇敢的向前行。我人的政府。 这46年来，嘛是教我人的人民拍拼，拍拼出这美丽的家园。我人五月七号投票，投的不是给家己，投的是给我人的未来，我人的朋友，我人的兄弟，我人的家庭，我人的子孙，我人爱同心协力。 拍拼出这美丽的家园。是的，我们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这46年独立以来，我们风雨同舟，携手同行，创出了今天的新加坡奇迹。我们全国人民的贡献也是我们最重要的资源。 所以，我们一直加强为我们工友们所提供的资助，无论是在我们就业入息补助计划上，或是我们日后提高生产率的这个措施，都是为了我们的工友们。在我们蔡厝港，我们也同样的与我们的居民们建起了一个美好家园。近年来， 当我们面对这个国际经济复苏的时候，行动党政府与我们人民并肩同行，共同从不景的情况之中，这个阴影走出来了。在我们蔡厝港，有很多居民们因为经济不景气而失业，但我们与许多基层组织，例如我们的华促会。 我们的马来社会发展理事会，我们西南社区发展理事会，为我们该区失业的工友提供了很多帮助。在2010年，去年，我们为将近1100名求职者找到了工作，他们在他们的生命里带来了一线曙光。无论是在职业配对， 在工作辅导或者在技能培训方面，也在社区里加强了求职者的资助。下来的日子里，我们蔡厝港集选区将推出一项新计划，加强我们为求职者提供的帮助，也不只是低收入家庭，因为我们也会对中等收入的家庭给予帮助。 让每个居民们都能分享我国的进步成果。